如果让你开这份名单，开得出来吗？先生，对龙泉的事儿，我也是所知有限。我能看出，这个名单上面，第一名就是我，第二名你。名单嘛，就是个名单，有什么用？查，查我查你。 上哪查怎么查，找谁查去？数个起来容易，做起来千头万绪，是不是？哎，也是。哎呀，你读过几年书？两年。后来家里出事儿了，就没继续上。读的什么学校？圣华女中，是个教会学校。你说当时你们家出什么事儿？这说来话长啊。 父亲那时候做生意赔了，家里的店面又着火，全都烧了。哎呀，对不起，罗爷，我刚才就是随便这么一问，对不起啊。没关系。先生，刘安国这两天到处在安老槐少里闲下事呢。都是林树成给他出的主意。 他们最近找过白先生吗？好像常常见面。刘安国就是个绣花枕头，你给他十个心眼儿，他都变不成人形。可是，要是他跟白先生搅在一起，那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好像不是。嗯。 这白先生有学问没得说，可是龙泉这名堂七了拐弯的，他未必一下子就能弄明白呀。你还不明白吗？龙泉现在是三足鼎立。哪有三足啊？我、刘安国，还有白先生。这白先生他不是官家人啊。 虽然他没有一官半职，但向上，他可以通达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向下，他可以号召龙泉的老少书生。他跟共产党也是朋友。现在又把庄先生推出来任赈灾会的会长，庄先生在民众中那是清清白白的正人君子。 白彦州让他当会长，那以后办事说话就名正言顺了。可是我觉得刘安国和白彦州他成不了一家子。嗯，白先生这个人眼高于顶，您就算把十个刘安国摞起来，他恐怕都懒得多看一眼。您看那天刘安国在上头趾高气扬的，他抬屁股就走人了，压根没把刘安国当盘点心。<笑> 你挑选一些名贵的滋补药给白先生送过去。先生，还是让阿云去吧，他去比较合适，有人情味儿。行，你跟他一块儿去，有些话我怕他说不好。先生想要说什么吗？关照的话要处处说到。 哪怕再肉麻也要说，这些话阿云不行，你。另外，再看看白先生有没有兴致。我准备请他去东山看风景。好，我想想办法，争取说动他。 你跟那个唐新元好像关系挺好啊。嗯，我们是朋友。你们俩性格完全就不一样啊，也能交朋友啊。刘二郎跟贾宝玉的性格还不一样呢，他们不也是朋友啊？<笑>他这么多年就只身住在他舅舅家里啊。嗯。他男人是冯玉祥手下的旅长，后来跟重庆有了些瓜葛，被日本人给抓了。
他被打死了，吕先生就把他接到了龙泉，现在算是他们家的内管家吧。他有多大岁数？跟我差不多，大不了两岁吧。那可不像。 严州啊，这谁呀？我还以为哪位财主拿我穷开心呢。哎，只有汉奸才骑这样的自行车，我还以为我碰上汉奸了呢。怎么你接收汉奸财产上瘾呢？本委员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收东西了，憋得慌，聊胜于无啊！长这么高了。 白先生，哎，欧阳，来，你来猜猜，这位是谁？总得有个方向吧？这怎么猜啊？你别听他闲闹，你给我闭嘴！我知道了，谁？是钱先生吧？正是在下。这奇怪吗？你怎么猜出来的？这是我吃饭的本事，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啊？ 里边请吧。啊，回家了啊！小姐，你是怎么猜出来的？阁楼上不有钱先生的照片吗？你不是没见过？啊，我忘了，我以为小姐会看相呢。干什么？你干什么？突然袭击啊！打个电报过来吧。哎呀，我也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我明天就走。明天。 哎呀，自打抗战以来，我就没有回来过呀。你以为衣锦了吗？你一定要还乡。老人都不在了，衣锦还乡，给谁看呢？给我看呢？什么叫给你看呢？你又占我便宜，还有欺负我？庄先生来了。先生，先生。 学生东宁拜见先生。嗯，个儿又长高了，不光是个儿啊，薪水也涨了吧，官儿也涨了吧，就一点学问没长。哎，把周瑞叫来吧，你们三个呀，难得一聚啊。周瑞下乡去了，晚上才能回来啊。他下乡干什么？新四军要寻访烈士遗孤。 凡是生活没有着落的，一律送到西霞山去。啊，先生，请。东宁，现在忙什么呢？啊，我们接受委员会和省府打起来了，这不登报了吗？哦，你们还打架呀？不是那种真打，就是占地盘。委员长一生气，让我们两家合成一家。这不，我现在是。 省府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秦省长呢让我下来转一转，考察一下地方的经济状况。哎，好啊，那你得替咱龙泉说几句话啊。哎，老师，咱们龙泉现在是百废待兴，又赶上大旱之年，你要是能够替咱说几句话，那龙泉可就有救了。先生，是这样，政府现在呢不想把钱放在建设上，为什么呀？ 怕打内战呗，就为这事儿，所有钱都得留下来。聊着呢，欧阳小姐，茶点。欧阳小姐，谢谢你啊，这园子收拾的比以前更加雅致了。还说呢，您的那些名花实在是太难养了，没养多久全都死了。后来我摘了一些野花，比您那些名花呀好养多了。 怎么听起来惨兮兮的啊？那行，你给钱，给什么钱？人家帮你把花园打理的这么漂亮，你不得付人工钱呐？哎呀，哎，钱呀！哎，严总，你听我说啊，
我们俩是互不相欠，他不欠我房租，我不欠他工钱。那你还亏了呢。欧阳小姐，到省城演几出怎么样？场面上的事儿我来。得了，啊，我这就不答应啊！省城乱七八糟的，竟是你这样的主，我不去，是吧？谢谢钱先生，我要去的话，一定请您帮忙。嗯，好的，好的。哎，严哲，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哎呀，那撂下，这让你有啥正事儿？我讲正经事儿。哎呀，什么事儿？你说，神神秘秘的。你最近有什么情况啊？没情况，说实话。哎呀，什么情况？哎呀，你欧阳，欧阳对吧？有正经的没有啊？你说吧，你和欧阳到底怎么了？你对欧阳的感觉，绝品呐！评价这么高？那当然了，我还看出来了，那女孩啊，对你也挺有意思的。就你这功夫啊，哎，我甘拜下风，我算服你。姐，我什么看不出来啊？我见过多少女子啊？哎，就她那眼神儿啊，就她那神态，哎呀，那叫一个含情脉脉，暗送秋波。你挺含蓄的一个女子，让你说这俗不可耐了。别别，我告诉你啊。我就是娶媳妇儿，要不然我一分钟都不耽误。哎，这是句是真话。听兄弟一句，这种女子可遇不可求，抓紧。你们俩说谁呢？没什么，聊闲天儿啊。说欧阳的吧。老师，您知道上学的时候啊。有一件秘密没敢告诉你。东宁啊，他各门功课当中哪一门学的最好？哪门啊？女人。哎，他对女人有一套。哎，吴敏啊，我怎么我？哎，朱瑞，你证明。老师，这事儿我证明。东宁尤其是在女孩子方面，有面子，有特长，有特长。哎，你看怎么说上我了呢？哎。现在说延州呢，先生，您说啊，延州和欧阳，老师，您说，我看行。哎，延州，你看他们两个早都结婚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考虑考虑个人的事儿。你要是真能把欧阳娶了，那肯定是对美满的姻缘。你天什么条儿你？那既然老师都说话了，成，等我忙完这个差事，我索性在龙泉多住一段时间，我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哎，行，你可以一边忙公差一边谈恋爱嘛，这叫那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同长天一色。你看你一说这事，他一套一套的话，邹老师是证明了吧？这事儿啊，得听东宁的，他呢既会生活也会工作，是不是？哎，你们仨呀，到一起就掐，来，坐吧，坐吧，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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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别急，我就在，你俩别工作啊，谁走？那走。能把你们三个聚在一起不容易啊。老师，我这辈子一事无成，所幸的是呢，还教出了你们三个好学生，让我在有生之年啊，不至于没脸见人。老师，我除外啊，我也混了这个年纪了，一官半职都没混上。他们没法比。您说这话不对啊，一个人做了君子，那就叫成才；要是做了小人，官做得越大。越不可求药。老师说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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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当官了。你们三个呀，都是君子，都成才了，这就是我做了事的脸面。老师，为君子干杯呗。哎，先生，您坐，先生您坐。来，先生，我们敬你。老师，
为君子。来，老师。哎，严正啊，你那差事办的怎么样了？刚开始查嘛，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交差。万一要是找不到呢？怎么了？省里面好多人都知道此事啊。关键呗，本来这事儿就没想瞒。他们知道了，可比你用心。并且比你有办法。你说的他们指谁啊？嗨，无非是白道、黑道，文的、武的，方方面面嘛。哎，听说前两天你遭了埋伏了，肯定跟此事有关。我还听说呀，老秦对此事特别的上心。哪个老秦？啊，我顶头上司，哎，秦省长。哦，当着共产党的面儿，就不说老秦的不是了啊。秦平之啊，我多少也知道点儿。嗯，抗战前的时候在长平当省长，啊，两年的时间，把长平省几家大的买卖赚钱的，全都落在了大舅子、小姨子手里。后来人家给起个外号叫。秦扫光，你说说，你说说啊！这共产党就没有他不知道的，这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严重啊，可不能让他们抢在前面。没那么严重，民国政府还是有王法的。王先生、王太太，不送你们了啊！再来啊！嗯。哟，白先生。你好。这怎么带这么多布啊？我是想给庄先生好好做几件衣服，您看这行吗？挺好的，快进屋。欧阳，怎么拿那么多布过来啊？钱东宁啊，又接收了一个汉奸开的布庄，里边全是布料啊。他派人捎过来，说是。想给庄老师做几件衣服，物尽其用，尊老敬贤。这么多，够做七八身了吧？嗯，是啊，庄老师恐怕得穿几年。可这都是同一个颜色的，不奇怪啊。也是啊，这不等于每天都穿一件衣服？这样，姨嫂，你去隔壁布店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换点颜色过来。好，我一会儿就去换，咱们给人让点力，这个忙肯定能帮的。就是，解决了。你最聪明，欧阳，来。钱家花园的账房，你知道在哪吗？知道啊。你去把民国21年的账本和契约都找出来。找账本干嘛呀？我突然想起啊，北城剧场好像有钱家的股份呢。啊。钱东宁一查，果然如此，而且钱家还是大股东啊。有这事儿？啊？这么一来，北城剧场的事儿那就是钱家说了算。是吧？钱东宁已经表态了，说是他打算把钱家名下股份的经营权全都委托给你。真的？白先生，我们怎么谢谢你啊？那谢我干什么？应该谢钱东宁。想着啊，以后每天唱戏，给我留个位置。行，这样以后每次唱戏啊，我就在离台口最近的地方给你放个小马扎。嗯，好主意。来，马扎。没想到这个白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替欧阳小姐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难题。前些日子你还说人家是书呆子呢。这白先生确实有办法。欧阳这个人呢，容易念人家的好。这么一来，
还不知道多感激人家呢，是不是？也是。我和欧阳的事儿，姓白的可能不知道，就是听到一些传说，他也不一定相信。这样，找个机会，你跟他好好聊一聊。啊，行。二道岗的事儿你怎么看呢？我在这两个人的脸上看来看去，好像就没出过这种事儿。他们那么深藏不露，琢磨不通啊！他们明明是进了洞房的呀。是啊。哎呀，小姐，还真不错呀。这么快就修好了，可难为他们了。我挺满意的，最主要的是咱们有股份。小姐，多亏了白先生啊。快看看这里。哎，李嫂。哎，你说我嫁给白先生好不好？哎呀，当然好了。这可托神仙的福了，小姐，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白先生可是天上掉下来的。你说这乱七八糟的世道，竟有白先生这种人，还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我们呢？当然能看上你了，小姐，你也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去给你梳眉去啊！哎，人家忙着呢，等人忙完，我自己跟他说去。名单上这43个人，经过咱们这段时间的排查啊，其中有7个人当时不在龙泉，有11个人到达不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还有1个人得了重病，那么现在还剩下24位。怎么了？嘘，这看门的家伙肯定是李继道派来的。不会，外边怎么会有人呢？白先生，什么事儿？白先生，有客人来了。哎，白先生，没打扰您吧？有事吗？啊，我听说您不大喜欢吃这里的饭。没有啊，谁跟你说的？哦。是李先生听欧阳小姐说的。我跟欧阳小姐说吃饭的事儿吗？我怎么不记得？哦，我只是说呀，于嫂烧的菜非常的好吃，我就随口那么一说。是，你说李先生吧，他这个人他太在乎欧阳小姐的话啊，欧阳小姐的话，那在李先生听来那就是圣旨啊。圣旨啊？不。比圣旨还要灵，那李先生岂不成李莲英了吗？白先生，您真会开玩笑。您是刚回来，这龙泉谁不知道啊？这欧阳小姐想让李先生摘个星星，李先生绝对不能带个月亮回来。李莲英嘛，前一阵子两个人都要谈婚论嫁了，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好像闹了点别扭。有事儿啊？今天呀。我碰到白先生的一个老乡。老乡？啊，邮电局管电报的，是九里亭，跟白先生啊是一个乡的。哦。我听说白先生以前也定过亲，可惜那个女的没福气，还没等到出嫁，人就病死了。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没有了。他们在九里亭啊是独户，有一年呢顺着大水漂了过来，父母死得早，白先生从小是跟爷爷一块长大的。他爷爷会瓦匠手艺，听说瓦罐烧得特别好，可惜啊，抗战前就死了。看来也是苦人家出身啊，啊？是，老王还说啊，这个白先生从小就会读书，读得特别好，每次县里头考试啊，总是第一名。庄先生那个时候在中学是教务长，他说动了珠宝会捐了一笔款子，白先生就是用这笔钱读完的中学。看这是做人还是得积德行善呢。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打听白先生的事儿了？啊，也不是突然，这今天正好碰见老王了，随便聊就聊起这事儿了。胡家，哎，阿云好像对白先生挺感兴趣。是吗？我不会看走眼的。我还以为这阿云早都心如槁木了呢。那男人在他眼里，就像天生跟他有仇似的。贺鹏举活着的时候对他不错，贺鹏举一死，脑袋受刺激了。啊，那要我做红娘吗？这个事儿要是弄成了，那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过，这件事咱们得好好筹划筹划。恭喜发财！恭喜恭喜！开张大吉！里边请，里边请。行，我先进去。啊，请请请请。不好意思。行行行行。好，请请。阿冯，白先生来了没有？李先生、庄先生都来了，就是没看见白先生。可能他还有别的事吧。晚上我们请白先生吃宵夜吧。好啊。不是，你知道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那不会是我同行吧？不是，我父亲没念过书，是个粗人。抗战以前呢，他在龙门镖局是一个师傅，镖师。哎，说的没错。我父亲啊，当时在龙泉县境内和龙泉周围的这些山寨啊、帮会啊、什么兄弟伙，他全都熟悉。这张图呢，就是我父亲给我画的。我父亲说呀，当时有可能打劫这批文物的呀，在龙泉县境内总共有1、2、3、4、5股势力，但是这3股势力都不在事发的地点，所以就可以排除了。剩下的2股呢，也就是张家山的刘老三和黑石沟的马老六。现在这2股势力啊都已经散伙了，当中的成员呢干什么的都有。我父亲说呀，像这种土匪要是打劫了文物，他早拿去换酒换肉了，绝对不可能藏着掖着的。这话说的有道理。当然了，还有一股势力是没办法查。什么？当时啊，龙泉县境内啊，还有一股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你也知道，这共产党的组织啊是最严密的组织，我这不是没法下手吗？这样，我给西霞山的叶司令写封信。
让他帮着咱们查。现在这一带的共产党和新四军都归他管。行。谁呀？谁在这儿？怎么回事，老王？先生，刚才有一个人就挂在窗户那儿，就那儿，人呢？我一喊他，他就跑了，从门这儿跃出去了。坏了，图，我们的图。一晚上没见着小郑和冬至，不是，我去带你看一出戏，怎么样？什么？你们又背着我搞什么把戏了？哎呀，好戏，绝对的好戏，但是事先得说好，你只许看，可不许说话。今天来看戏的人真多呀！散场的时候，庄先生特意跑过来跟我说，今天的戏演得好。白先生怎么还不来呀？也不知道忙什么，就数他忙了。现在什么人都去找白先生，谁找他了？反正每次我去他房间，都是一屋子的人。白先生人缘好。男人嘛，讲究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算了，我们不等他了，咱们先吃。今天大家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来，喝一杯。今天看戏的人多啊，说，把知道的都说说。我全说，我全说。哎，老大，哎，我们老大来了啊！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话再跟我们老大说一遍。是谁叫你扮成灾民的？是大虎。你是哪个部分的？我是警察局的。你们一共多少人混进灾民里了？说。是有十几个人。白先生怎么还不来呀？这白先生也真是的，他不来也得倒是说一声啊。快点吃吧，吃完早点休息。接着说。是是是。哎，我就纳闷了哈，你怎么知道白眼周那小子去找武大爷是去找丢失的文物的？当时我在现场，所以你们就抢在白眼周之前把那幅画取走了，是吗？是是是。画呢？那幅画给大虎了。武大爷呢？那个在离开黑瞎子村的路上，就让我们给收拾了，就给埋了。白眼周查你们这事儿没有？查呢，查呢。铁头，我跟老大先走了。一会儿告诉他，这消息千万不能透露给白眼周了，听到了吧？放心吧。那个老大的意思，一会儿把他就给放了吧，啊！但是告诉他，今天知道的消息都得吞到肚子里去，绝对不能让大虎知道，啊！放心。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听到了。这出去了以后，知道的事儿别说，才能保住你的小命。明白。这是什么？酒。喝痛快了，送你出去。这。
你们不是想杀人灭口吧？你杀你，不值。我们老大跟你们老大有不共戴天之仇，要杀的是你们老大，懂吗？张嘴。哼，说，方便吗？叔，进来。什么事儿？说，咱们从警察局撒出去的人丢了一个。什么时候？就今天晚上。找了吗？我找了，我四处都找了，这其他的人到了点都回来了，就差他一个。我是怕白岩州那伙人知道是咱们撒出去的，就把他给绑了。不会是姓白的干的，要防刘安国和林树成他们。刘安国那有咱们的人吗？没有。挑几个精明的。明白了。小姐，啊，这么晚出去啊？出去走走，这么晚了，我陪你吧。啊，不用了，走了。注意安全。嗯。什么也没说啊！不，你们这么做也太缺德了吧？怎么可以嫁祸张铁头身上呢？不这么做的话，我们不就把自己的身份给暴露了吗？当然，结果还是好的。啊，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武大爷的儿子。上次咱们不是打听到他的儿子叫武大奎吗？嗯。可我在灾民里头仔仔细细查询了好几遍。就没这个人呢，那就说明这中间还是有问题啊。嗯，白先生，有客人来了。你约人了？没有啊，我能约谁呀？你约的吧。白先生，我说错了吧？庞小姐来了。哎呦，庞小姐啊，哎，你可是这么晚了，来来，请坐。那我先走了。哎哎，喂喂，你别走啊，过来，来。我昨天交代你那个表格，你还没交给我呢。来，我昨晚不是交给你了吗？你忘了呀你？不是，又有改动了，就在我办公桌上放。你去去。小强，我去啊啊！不好意思，失礼了。我这是不速之客吧？不也没有，只是这么晚了，你还敢一个人出来？你还真以为是太平盛世了？白天来我怕你不在，再说我有这个。你怎么有枪啊？谁要是敢找我的麻烦，我就对他不客气。你真是一身侠气，我始终这么认为。
前一段时间又收到了一笔钱，拿过来捐给你们赈灾会。前一阵子你捐过100大洋啊？怎么，再捐一次不可以啊？不，我以为你来我这儿是……那，你以为我来干什么？李杰，又怎么了呀？来，这个。李杰，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亲戚。你应该叫我一声云姐才是啊。你看，你云姐又捐了100大洋。真的？嗯。哎呦，我这云姐可真大方。你看这人都是这样，见钱眼开，一见着大洋马上改口叫云姐。哎，去立个字据。哎，我这就去。算了吧，我自己的钱立什么字据啊，不用了。这么多大洋丢出去，怎么也得听个响动啊。